那是咋的？你在西昌县，想你看又抓人了，抓他家牛好好牛啊！谁叫谁惹他家？这儿百年没在这来忙来嘛你？嘿嘿嘿，来后边去啊！啊，我来了嘛。哎呀，不这些，不这东西。嗯，来，那多少？哎，马上来。啊，走起来啊！走久了呢，来了，开的车坏了啊！老爷子，你起来了？妈，你过来这抽，你我先抽，我先抽你这啊！妈，出来这抽抽。走，走吧，走吧。走哪？我开的车。你是过来就走走，你抽啊，都抽路线，抽路线里边。抽了是了是了。来，走了。你找我吗？找这周边。这都。我抽中你啊！抽嘞，抽嘞，抽嘞。好。哎上去二百斤胖才没事儿嘞，是你上去试试。好不？那边对，差不多多少斤呢？上面那个高些的。那得锯，上面还有一块儿的，那得锯。啊。不动了吧？嗯。嗯。我给你打下手。行，那你也贴着贴着我的手，我转你。嗯。我来来。行。嗯。这么痛吗？啊，你有吧？啊。我吃点吃的。那他不是刷了一层白的？那白的抹了之后都能粘湿是吧？哎，不是，你装是要吃的。这是平板。你把那个放下，他都。上下两个对面的话
所以当然他是赔的。哇，真的赚钱赚太多。你们比较太辛苦了。又脏了是吧？哼，啊。他还一定要卖，快来吧，先生。不会。那啥门上没缝的话，就只能转转。嗯。吃吗？吃吗？我之前似的，没有这小事儿，经常背锅，背锅，背锅，背锅去。